中国游客爱自拍，不慎摔落大峡谷。一名中国游客在大峡谷悬崖自拍，不小心坠入谷底。据西峡谷的发言人 David Leibowitz 表示，上周四，12名香港观光客造访大峡谷。根据南华早报报道，他们预计在西岸旅行一周，没想到才进行到第二天，一切就急转直下了。事发当下，有大量的观光客紧靠在峡谷边缘拍照。根据 AZ Central 报道，一名50岁澳门籍男子在靠近空中步道的鹰角自拍，意外坠下305公尺高的峡谷。AZ Central 报道中 ，Leibowitz 表示，事发后直升机在峡谷底部找到男子的遗骸，他的遗体由直升机载到附近的医院，目前尚未公布他的名字。根据美联社报道，鹰角虽然没有设置屏障，不过有设置告示牌提醒民众不要太靠近崖边，或许那名男子是该要跟告示牌合照才对。